即刻行刑。 神尊，把此物物归原主。 普化仙君，百善先传话，暂缓行刑。师兄，暂缓行刑了，先把灵犀放下来吧。即刻行刑！ 陪命去吧。 公主，别打了，快来看看灵犀。灵犀。
林夕，林夕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找了你50000年，林夕，林夕。都是梦境，这一杯。